说什么了？咱不坐车，咱不坐车，咱不上。你要上车啊？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啊！想到这么多人，来，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。车什么时候来呀？我那阵打电话说是在家走呢，明天快吧，半个多小时。沙子还是钩机啊？一块沙子钩机一块的。他俩一家的呀？啊，一家。好，好。你大婶现在自己知道串门去了。先对一下吧。先对，先还是先打到那个什么上。先对一下，完了挪北门呗，意思。啊。完了打我那个上打去。啊。他不吃，他不吃，不给他吃，菲菲。看了，看。你们哪天考试啊？啊，不知道。现在或者敲牛的好料吧，先拿点不行，给羊上去。最起码先把这个心里面的那勾过一下。你这是勾是一下？顶着这个熏，你给它那个那个啥，连炒啥的加点，你给它挠挠不挠吧？嗯，挠不挠不一层呗？那对，挠不一层。完了再把这条完再拆，再不两车可能堆。告诉你是叫塑料，整一车细料。这啥玩意儿？拿塑料好玩儿。要垫这个就给下面不往外勾那个差不多少。差不多还不如那个呢。还不如那个嘞。啥料都有。嗯。没寻思你垫这玩意儿，寻思垫院子搁细呢。垫地基吗？留到30行不行？啊。不是留到20，留到20，哎，完了看住那头下去，完了还得看看你这个多大，来来，打上院儿啊，哈哈，啊，这边是路了啊，这边是啊，路大了，水泥地整到哪呀？水泥地现在正在量了，现在还不确定，大概是那儿，那块大门的高度。大门的高度，大门跟水泥地不一个高度吗？对呀、啊。这话太多乱套啊！就那意思，现在从这儿起20，就那些。对。这样的话，你的那个高吗？他俩差多啊。差啥呢？他俩落差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整个台阶。得25-26。